因為呢部電影我最感動嘅揀係好容易走到個控訴性嘅，但係你唔係，其實係一個好多角色自己嘅要反省，冇辦法提出一個簡單嘅解決辦法噶嘛。但係如果我都可以反省，你關懷出邊嘅人多啲咧，呢個就係真正解決嘅辦法。一套好沉重嘅戲，但係我好開心咁同大家講咧，真係一套好好嘅戲。我諗因為香港其實關於公義嘅電影、社會公義嘅電影唔多啦。咁呢套《白日之下》係一套非常之優秀關於社會公義嘅電影。今次終於見到一套咁優秀，亦都咁有力量嘅電影。希望大家可以入戲院睇，有好多空間俾我去反思同埋再去消化咯。因為要有好強 aftertaste 嘅電影真係好少嘅，我覺得。冇人可以改變個世界，但係好嘅電影、好嘅藝術作品係可以令到我哋更加關注好多我哋應該關注嘅問題。咁亦都我覺得導演阿簡佢嘅技藝、佢嘅成熟嘅程度、佢對電影嘅掌控啊，俾演員嘅發揮，唔同部門啲攝影、配樂好、剪接好啊，咁多嘅演員嘅演出嘅發揮都係好好嘅水準。真係覺得我要恭喜香港電影有啲咁好咁好嘅製作同埋有啲咁好嘅題材，會係我呢幾年其中一套最喜歡嘅電影，係真係我覺得係大家應該好好珍惜嘅一個作品。